长打集团所表演的《万花筒之破铜烂铁》。那这首曲子是用我们平常随处可见的空罐子来发声，以顽固节奏加上即兴的结合分离，表现出有如万花筒一般的色彩。表情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是非常陶醉在敲敲打打的快乐里。好，接下来要表演的是由杨打一团所演出的《喜庆博古》。他这首曲子的节奏很鲜明，气势非常的宏大，情绪很热烈，表达了人们在喜庆节日中的喜悦心情。